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4月2号、3号、4号，也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射手座的朋友。如果还单身的话呢，可以透过好友的帮忙认识到还不错的对象。水瓶座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加班的工作，但是能够发挥效率，顺利的完成。天秤座的朋友找机会来整理居家环境，心情也会不一样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处女座的朋友，最近压力比较大的话呢，免疫力方面要特别留意。双鱼座的朋友跟好友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争执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紫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红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黄色。